伫咧家己的六卡溪厝村有一间庙，这庙头前的对联一边是有十个日，一边是有十个月。村长讲，这副对联伫咧当地流传，不过爱用台语来读，才当了解内面的意思。今年三十，七月到早。哦，那总共十个啊，啊，月嘛是十个啊。家己讲六卡溪厝这间伫哪顺南塘，有一百用十个日字甲十个月字写出来的门联。传统讲，这是当初起庙时神明的指示，用台语念才会正确。所以日过来生，过来其他拢唔知。另一个对联吼，就是日月精英共天下，月平灿烂耀乾坤。诶，我拢用台语来做发音来念，爱较会顺。传统表示，这百年伫地方有五六十档的历史，为以前到今嘛，拢是靠老一辈传落来。嘛有找过专家问过遮的字，不过有诶字伫字典内底嘛找无。也是也因哈，康熙四年有诶有有诶无哈，按个我一般认为，伊总共有十个日、十个月哈，十个月，伊厝诶意思应该是讲，互这个天下、这个乾坤哈，拢会当大放光明。文书工作者表示，这种导出来字一般拢有加强诶意思，虽然字念找无，但是这嘛反映出伫台湾早期社会使用台语文音甲文字诶创意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